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子鹏。今天呢，我们人来到了林口新市镇 A9 站前特区。听说啊，今天有一位神秘的向导要带我们来看房，究竟是何许人也要带我们看何许房也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出发 ，Let's go！ 哇，琥珀野生玻璃贵公子，让我们欢迎华夏玻璃集团执行长廖冠杰，廖执行长，掌声有请。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的计划叫什么？我们今天的计划叫做绿的家具超级团队 Home Tour 一日体验。您刚刚是说超级团队吗？没错，超级团队。Let's go， Let's go。Hello， 冠杰，敏盛 ，Hello， Hello。你们这么熟啊？没有，因为我喜欢装熟。Hello， 华夏玻璃的执行长，哇，帅气帅气的，哎，我从小喝你家那个弹珠汽水，哦，真的吗？玻璃瓶长大的，喝到我现在身材变这样，哎，不要那么拘谨，坐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其实来这边，我也想到我女朋友，哎，芝芝，因为这里跟我女朋友一样都好美，那这么小巧又温馨的客厅，我觉得当初设计的时候一定下了非常多的功夫哦。你说下功夫下多少，我是不敢讲啊，反正就丢给绿的家具就好了。因为我比较过蛮多的系统家具，但因为绿的他们有一站式的服务，系统、装潢、家具、单品全部整合在一起。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完全没有一丝那种就装潢的那种异味啊。对啊，因为我们都没穿鞋子，味道蛮重的。对，不是啊，我的意思不是这个，是没有那种装潢的那种甲醛味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好像有这么一回事，芝芝，就你们这里没有那种新家不太好闻的那种味道。你们猜猜我入住多久了？两个月。我入住大概两个礼拜啊，才两个礼拜。但是装潢完，你看哦，完全闻不到任何的异味。真的哎，就像已经住了两三个月那种感觉。对，这也是我当时选择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就是低甲醛，绿的嘛，环保、永续、无毒。这实在是太棒了，很棒的感觉，而且这样也健康，对身体也好。对，那你要不要吃吃看？好，讲的好像在介绍美食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当时就把我的钥匙交给设计师之后，我就完全没再管了，完全以信任两个字，设计师把我的家当成他的家在设计。这是我比较感动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个桌子我看着觉得特别的有意思。哦，电动玩具专用桌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就稳了吗？这很稳啊，而且它还有那个防夹装置，板材很厚实啊，你可以用头。一起，你好样，真的是实的，真的是实的。这里感觉除了这边之外，应该其他地方也都有这类型机能性很好的一个设计。这个厨房我感受到生生不息的能量。此话怎说？因为我回来台湾久，我知道那个风水。你看，像这边是灶火，就是炉火，对不对？火跟冰箱水火不容，所以它把它设计成一个对角。那冰箱跟琉璃台呢，就是对角。比如说水就是生金。哎呦，这个我其实一直很想问，这是什么？因为我的空间很小，对，所以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吧台，是早上吃早餐，然后喝杯小酒的时候可以用，这样子两个就可以了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看所谓那种最充满爱的地方，你知道是哪里吗？主卧，对，走吧，房间也小小的啦。主卧房是我觉得最可爱又最害羞的地方，跟老婆独处的一个地方。这是老婆专用的穿衣镜哦。对，然后也是我的照妖镜啊。空间真的太小了，但是他们其实在巧思上面，我觉得是算是还蛮细腻的。哇，可以开到这么多135度的角度，有一些大概90度而已。通常90度就不行了，上面有很多收纳的空间哦。它整个空间利用我觉得超好的。然后这个床呢，这应该也是绿的家具的哦，这是灰的吧？是灰的，没有，也是，这也是绿的，对，也是绿的家具的产品。对对，所以你看，挑高的天花板就是顶天立地，下句话接什么？不知道。好好做人啊！那我要好好努力，好好检讨了，要拼明年了。OK， 我努力，哇，我是不务正业的 CEO 敏盛。不好意思，那你就给我剪片剪到天亮。他们当时在配置的时候，知道我剪片的需求，可能会长时间坐在那，怕身体会不舒服，所以配置了这张椅子。但实际上你已经坐在我的椅子上，我近期不务正业这几集可能要麻烦你。他这里有按钮警长，那我们来按一下哦。老婆，里面有常人，因为我的坪数不大嘛，收纳空间一定要足。
这该不会也是绿的家具想出来的？对对对，他们很贴心，怕我会带其他女生回来，所以。敏盛，你今天请我们来，我觉得太棒。我看到了，就是说这么小小又温馨的家，机能可以做到这么好，机能这么好，然后又没有这种那个新家装潢的异味，低甲醛的，低甲醛级的，对对对，然后有很多特殊的这种。就是充满着爱的设计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绿的家居工厂看一看。哎，执行长，您真内行。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地方，我们就是要去，该不就是要去绿的家居的工厂？没错，没错。那我们就一起去吧。芝芝，今天非常感谢你的介绍，感谢感谢。绿的家居工厂，让我们欢迎绿的家居工厂副总，欢迎副总。我刚刚去了侄子的新居看到，那我自己本身做工厂的，所以我对这种自动化生产非常有兴趣，可以请副总带我们参观一下吗？哎，没有问题 ，Let's go， Let's go， 走吧。副总，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你们自动化的生产流程呢？嗯，我们从前年开始就全部导入数据化，然后自动化生产。那在每一个板件上面呢，我们会贴上它的专有的这个身份证，身份证家具的实名制，可以这么理解，没有错。OK， 我们在读取中央伺服器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呢，那我们的自动化机器呢，它就会开始依照这个数据下去生产，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人工在输入的，对，那就容易发生错误啊。那现在自动化生产，基本上我们只是在前端的定制比较麻烦一点，可是到后端制造的时候呢，它就非常的快，因为我们现在是用混单生产的模式，今天同一个颜色如果有10个客人，我们是一起生产的，对，那这样就会大大的减少了废料，增加工作的速度。减少废料，提升精准度，减少废料，环保，环保，对对对，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吗？我可以继续去看你们后面的工厂吗？没问题，真的吗？是，走吧，走。绿的团队最主要就是从空间设计、制造、生产，然后装潢、组装的这一条龙服务最大的目的呢，就是帮助客人打造完美的居家空间。我这次来出席这个任务，就非常的感动哦。绿的家具的超级团队，在系统组装、对员工的照顾，还包括最后的执行力，我只能说，只有绿的家具的超级团队才可以做得到。赞！